4月23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38岁钢琴王子李云迪现身与朋友聚会的视频。虽然李云迪是在半夜唱 K 被拍，但他也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，还特意喷了香水，想给朋友们留下好的印象。不过李云迪身边只有几个男性朋友，出门时小5岁女友并没有出现。李云迪近期还晒出了与妈妈的合照，皮肤白皙，与李云迪合影更像是姐弟。而李云迪的精神看似还没有妈妈，不过李云迪整体的状态还是很好，素颜现身有这样的精神很可了。未来也希望李云迪注意身材管理，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钢琴表演。